话，基本上主要就改第一个，在那个 add 的下面哦，add 就是新增工作表嘛哦，再增加这一个，这行蛮重要。以后如果你新增工作表之后，你要把那个工作表名称重新命名的话，啊，画面这个再切一下啊，那你就是再增加一个叫 active，哎什么 active sheet 指的是那个工作表的名称叫什么？OK，所以这一行还蛮重要的哦。啊，另外的话，将来呢，你要把那个你的枢纽分析表放在哪一个位置？这边可以改一下，它好像原来是有哪一个工作表名称啊。不过我是觉得工作表名称不重要啊，你可以不用加，没关系，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工作表，所以哦，我们按 F8 哈，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没有的话就跳过去，然后有的话呢，它就帮我怎么样把它删掉哦，然后新增之后重新命名，然后把工作表放在 A3。当你想说，老师，那我放 A1 可不可以？其实可以啊，你把它改 A1，那他就把枢纽分析表放哪里？放 A1 的嘛，有没有看到放 A1？有没有？OK 哈，所以你如果假设上面空白，看着觉得好像很浪费空间，没关系，你可以改。那底下的话其实就是什么？把它放直，有没有？然后再放在列，然后再隐藏。OK，所以底下的话注解自己打一下了，这个应该就是拖拉到直。拖拉到列，好，然后再怎么样隐藏啊？至于哦，底下这个程式你要不要把它精简？这个倒觉得不是太重要了啊，不改没关系。那像这个可以把它删掉，这个应该没关系。好，啊，自己再加注解好了，这个注解自己打上去。OK，好。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哦，那你想说，哎，老师，那我希望可以把旁边再绘个图，那绘什么图？其实一样嘛哦。就是利用那个分析里面枢纽分，我要画一个折线图的话，那你可以什么？这边折线图，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哦？可以跟那个VBA 结合？那当然，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画，不过没关系，你只要先录制就可以。录制的话一样嘛哈，我们这个地方先彩排，好，然后再来开始录制，一样，开发人员录制巨集，名称的话叫枢纽图好了。OK 哈，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取，枢纽，其实应该是枢纽分析图啦。我懒得再打那个，哈，反正简单知道就可以了。枢纽图按确定，好，我把它盖过去好了。那第一个的话呢，哈，就是，我先做什么呢？在分析里面找到枢纽分析图，然后找折线图，然后有资料标记的这个按确定就可以了。好。那这样做完之后呢，不用再动了，因为其他我们自己加好了。因为我发现哦，你其他像它要调整位置有没有？还有调整宽跟高哦，其实录下来的哦，太多的错误，太多的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我们干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把它停止，好，OK，这样就可以了哦。然后开发人员停止录制。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怎么可以把它拖拉到这个地方 D1，然后宽的话大概，十栏好了，十栏宽，然后20列高。假设我要有这个数字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刚刚好要达到我要的这么大的大小？然后呢，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我怎么改？还有这个图例我不要的话，那怎么做？啊，其实很简单，啊，请你切到 Visual，Gis 好了，或者 Visual Basic，找到刚刚录制那个叫什么枢纽图，对不对？哈，按编辑。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哦，它会产生两行程式，其实就这两行啊，这上面这注解可以拿掉。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枢纽图录下来的话，其实就这两行，一行的话就是说，它在目前的工作表里面的这个 sharps 物件哦，指的是画图的，有一个方法叫 add chart to 啦，指的是你要增加一个有没有折线图啊？其实折线图的样式就是这两个参数332跟 XLI 这 markers 哦，OK，好，那如果你要决定它的坐标的话，特别注意哦，比如说我要放哪里，我想要放在这个位置上面，那这个是 D1 对不对？哦，比如左啊，特别注意哦，它的坐标基本上都是抓左上角，那一样是先X 轴水平的，再 Y 轴。那基本上哦，如果你要指向这里的话，你就直接在这个的参数后面哦，再跟他讲说你要放哪里，
那理论上的话按逗点，哦，逗点，然后呢第三个参数就 range， 拿个储存格跟他讲，哦，你帮我放在那个左上先水平位置，所以呢在 D1 这个储存格的点下去，哦，有个 left 是在那个，哦，水平位置，请你把它放在 D1 的这个 left 这一条线上面， OK 哈，哦，然后呢它的高度，所以，哦，接下来是垂直位置，一样用 range D1， 它的什么呢，点下去好了哈，哦，它有一个属性叫 top 的话就是它的上面的位置，那意思就是什么，帮我，哦，把那个图，哦，刚好放在这个 D1 的这个端点上面，啊，就放这里的意思，哦，所以特别是这两个参数，哦，意思就是你放在哪个坐标，一个是 left 一个是 top， OK，啊，接下来你想说老师，那我宽，哦，我宽大概要十个，1 2 3 4 5 6 7 8 9 10，到这里太宽了，哦，所以假设我要十个的话，那列高刚好20列，那叙述怎么叙述，哦，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叙述方法，你就直接，哦，后面的逗点 OK，哦，所以，哦，再来的话就是多宽，那宽的话其实也可以利用什么 range D1 这个储存格的宽，所以点什么点 width OK，哦，所以你这边的话有个属性叫 width 的话就是这个 D1 的宽度，哦，帮我乘上10就可以了，意思说10个储存格宽度逗点多高啊，那多高的话你可以什么 range D1 这个储存格，哦，它一样有个属性叫点什么点 height H1 OK height， 那你如果20列的话就乘以20，这样就 OK 了，哦，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录完之后呢两行里面增加它在哪个位置，所以 left 跟 top， 然后呢宽多宽就 width 乘以 10， height 乘 20，哦，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增加这四个参数了，啊，这个的话云端白板上面也有，你们可以参考云端白板，哦，然后呢它的资料来源就是这个储存格，哦，所以，哦，它会出现这个储存格的A1 到 B10， 所以 A1 到 B10， 那没错 OK 哈，哦。那底下的话我要设定什么，我要设定它的这个叫做标题啦哈，哦。那这个标题部分的话，因为，哦，我觉得如果你用录制的来改比较麻烦，所以我把它放在云端上第15页这边就有，就是第几个参数啊，这个第二个哈，哦，有没有 Ctrl+C 一下直接拿这个来改比较快了哈，哦。然后你可以把它直接贴到这边来，那如果你要修改标题的名称跟字型的样式的话，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图啊 add chart to 的话，它会产生一个物件叫做 chart 的物件，啊，active chart 就是那个图，哦，它的 title chart title，啊，然后它的文字是这个字的颜色是这个颜色的话，我这边是 RGB，啊，那就红色了，因为红色全部没有绿色也没有蓝色 OK，哦，那字大小20，那要不要粗体字，要的话就是1啦，不要的话就0，然后我要1 OK， 你就输入1，那取消图例的话呢，它有个属性叫 has， 那个叫 legend， 图例叫 legend OK， 那等于 false 的话呢，那就是不要图例的意思 OK， 好，把它加上去之后你可以把它run看，哦，如果run出来结果 OK 的话，那恭喜你，表示这应该是成功的，好，把它执行，这个地方改完之后执行看看，看一下，有了，有没有名称 OK， 宽度也 OK， 高度是20列 OK， 放的位置是不是在 D1， 也对，没错，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把那个图的部分，枢纽图也做出来了，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如果希望这个跟这个结合在一起，不要执行两次的话，那其实很简单嘛，这边不是有什么枢纽表枢纽图对不对，那我其实可以在这边程式里面再增加一个 sub， 这个 sub 名称的话比如我增加到最下面这边好了，这个 sub 名称也许我叫做什么呢，叫历年窃盗折线图，那我要先绘制什么那个枢纽表，所以我就是打上枢纽表，然后并且 call 它好了，所以
这个的话就是先帮我画那个枢纽表，再帮我画那个枢纽图。OK， 好，这样的我完成。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边产生一个按钮，哈，我把这个先删掉一下。按钮加上去了哦，那我跑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跑蛮快的，我这边设中断点哦，停一下。OK， 好，按一下去，它会先 call 枢纽表，所以呢，它会怎么做？枢纽表在这里哈，有没有重复？没有，先新增一个，重新命名，这个刚刚跑过了哈，然后加这个，然后并且把那个枢纽分析表加上去，有没有？就是先值再列，然后隐藏102、103，好，跳回来对哈，然后再画刚刚那个图，枢纽图，枢纽图跳过来哈，就是，给他跟他讲说我要画折线图，有 marker 的，然后呢资料给他，并且把他的那个什么上面的那个名称更改一下 ，OK， 改成什么 chart title。改成历年折线图，颜色变成红的，大小变成20，要出体式 ，OK， 然后呢，取消图例，图例在哪里？图例在这边，哎，这边有个图例，有没有？这个图例不要，让它显示取消，哎，有没有？这样 OK 了，那我们就完成了，哦，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哦，就是把那个枢纽图完成，哦，我建议是录制两行就好了，其他用云端白板上面的程式来改，哦，最后的话就是再把它增加一个那个，这个可能要另外自己加哦，就是我刚刚最后加了这个什么历年窃盗折线图有没有？这个是另外在module 里面增加一个 sub， 然后用 call 这两个，哦，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另外的话哦，那个历年窃盗折线图之外，还有一个各区哈的那个比例图嘛，中山区啦，什么士林北投啊，那几那个部分的话，其实哈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啊，就自己再画出那个一个按钮按下去哈，也可以自己把那个各区的枢纽分析表先做出来，再把各区的枢纽那个原型图也绘制出来，啊，做法是一样的。好，请各位试试看，好不好？那今天的那个练习作业哦，基本上就是把这两个图啊给做出来啊，基本上角胶就完成了。OK， 好，试试看哦。那主要就是针对那个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的自动化，好。